为协助浙江电网抗冰抢修工作，上海电力系统抗冰抢险突击队已经在浙江武义和琅琊地区开展了一周的抢修。哪座山头上的电缆铁塔有险情，哪里就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在武义地区的电力抢修点上，抢险突击队班长郭旭东正在指挥工人们进行电线的加固工作。为了尽快完成浙江电网的抢修，郭旭东每天清晨七点就要带队出发，背着几十斤重的工具和物料，步行一个半小时上山，连续工作十小时以上。每天只是趁着吃午饭和晚上休息的时候，郭旭东给妻子打个电话关心一下。盐水好了吗，老弟？熟了。没想再好。郭旭东的妻子患有免疫系统疾病，家中还有一个9岁的女儿需要照顾。郭旭东只能把他们托付给岳父岳母，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他义无反顾。像郭旭东这样放弃与家人团聚，奋战在武义和琅琊地区的上海电力系统抗冰抢险突击队员有近600名。连日来，国家电网公司共抽调了上海、福建、安徽、江苏的4000多名电力职工援助浙江抢修电网。浙江电网主干网抗冰抢修已经进入决战阶段。特派记者刘兰。